此上大人又到哪里去了？啊，真是的。子上大人，轩辕姬啊，真早啊！居然放置正屋不管，在别人房里睡觉，看来需要惩罚你一下呀！拜托了。怎么这么爽快？最近大家都与我疏远了，真是无趣。只有袁姬你啊，还是原来那个样子。无论立场变成什么样子，子上大人就是子上大人。你会像这样逃出来，就是最好的证据啊。是啊。如果疲惫了，就原谅你一下好了。不过，为了防止你又到别的地方去，我要在这里守着。那太好了。